1700万人看过的帮兄弟相亲的故事。今天我来他公司上班了。小仙女，吃早餐。对呀、啊，我吃了一万多，你第一天上班就迟到啊？迟到啊？老板也没看见我吃。打卡？你不知道？打卡？没敲你跟我说？就门口那个机器，要用手指按一下。没关系，我们这等着就行。你说话了吧？这还没赚钱。挂了我，别公司。我，萌萌去吃饭了，我饭点了，去吃饭。叫你的萌萌，叫你的。哦，你们吃什么呀？我们吃楼下食堂。那我跟你们吧。那个，哎，我看楼下有个饭店，我请你们吃吧。公司有食堂，我们去。哎呀，他去不了，食堂要饭卡，他没饭卡，他怎么吃啊？没事，他可以刷我的。哎呀，饭卡有限额的，刷不了你的。我心同事出来驾到，请你们一顿应该的，好吧？走吧，去楼下，楼下，楼下。嗯，你们先去，我拿个东西。留我一个有点尴尬，算了，先下楼等他吧。哎，兄弟，你是不是喜欢萌萌？这黄毛胆子挺大，懂不懂什么叫先来后到？老子都追了一个月了，你追一个月没追到，也不行啊，兄弟。你们刚来的能有多少钱啊？口袋都没几个钱吧？真是的，关你什么事？一会儿带你看，你完蛋了。